今天非常高兴可以来到这里做一个介绍会给马来西亚的那些企业家，然后觉得非常兴奋。为什么愿意来马来西亚？是因为我觉得马来西亚有很多很多好的项目，很多很多好的企业，然后我希望配合我们 PIF 的技术呢，我们可以把所有的裸钻都切割到亮亮，可以把它沉到世界各地，透过金融的一个资本的力量呢，可以让马来西亚每一颗裸钻都闪亮亮的呈现给世界各地。我是Sherman，我来自槟城。那今天有幸来到这个课堂上，主要是学到什么东西啊？这个课堂是如何透过融资把你的企业做大、做好、做强。主要是明年我们在这3到5年里面呢，你把自己的商业模式，把怎样好的商业模式成功上市 pre-IPO。今天没有来，你们的损失。为什么呢？因为各位，真正的答案在这4个字里面，叫商业什么？是，所以我们进入，假设你有资源的，有没有可能你有资源的，你可以吃掉那些没有资源的，是还是不是？Hello，大家好，我是 Dr. Gan， 我是从两个角度来看这一个的课程。我觉得第一个，我从商学院的教授的角度来看，我觉得PIF 的这一个的融资的课程呢，我觉得它非常的扎实，因为它非常强调这个商业模式的这个重要性。一个之前是上市公司的 CEO 来看的呢，我觉得他们的所教的这一套的这个课程以及这个步骤是非常可行的，是绝对有可能一步一脚印把马来西亚的中小型企业呢带上这个上市之路。你可以成为每一个企业每一行的什么老二，结果你变老大，对不对？因为你懂得整合，你可以先开始从老二开始，只要你懂得资本的智慧，你会整合，你就到最后你就是变成什么老大。学习到真的是有一套系统，有一套最基础的 basic 的如何开始，真的是给我收益很多。那下一个我希望就是你们来一起来参与这个课堂，感谢今天整个老师的教导。希望可以透过新马OK， 一起合作，我们能一起打造亚洲的硅谷，这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小小愿望。谢谢。今天没有让我到了。